可以了。哎呀，行行，好，好。这个是我们一个千真万贯的这么一个支柱，刚受伤的固定是这样固定的，后边当时九根肌腱全都断了，所以我们为了让肌腱长的固定的都是曲着固定的，然后现在呢肌腱慢慢的长好了，就慢慢的把手指慢慢伸开，但是不能一下伸开，一下伸开这肌腱的强度还不够。现在一天上午三个小时，下午三个小时，六个小时，所以王大夫也非常用心，要不然的话我也不能恢复这么快。陈主任说至少还要再做一次手术，就这些斑痕因为肉跟皮还有肌腱粘死在一起，他给你扒开，然后扒开的第二天就得赶紧练，一边输着血一边练着一边抽着，你想那得多疼，可以想象吗？就拿刀给你把你的皮跟肉分开，然后完你就练吧，就这么着，可害怕了吗？以前有个笑话，不是说吗？这个痤疮长在别人脸上，自己不难受。现在我怎么觉得，长在自己身上还能笑出来？我看您这是右手是不是也有一点？右手也伤得很重。你看这个手，对，这。所以我的小拇指到现在也不是很利索，就是正常的话，小拇指就是这个也很有劲，但是也差点意思。现在做感觉，做感觉，我就得闭上眼睛。做这种对，排除视觉的影响，做这种感觉的训练。这是十分哈，这是十分，这是几分？这是十二分。这十二分，我们神经恢复的时候会有一个超敏期，就是我不碰那一下就会很疼，因为我们神经是一个电生理反应嘛，然后它就会放电，就会比较疼。这边等于就是。现在正在一个超敏期，三分，四分，六分，定位哈，掌侧，但是离小指有一段距离，是指僵的指根还是？那早那么小鱼际咋？小鱼际，这小鱼际是吧？好，那这是哪？这就是小鱼际。这就是小鱼际，这还是小鱼际吗？这小鱼际上面。小鱼际上面，这是掌侧，是背侧，是第几节？这是食指的背面。食指的背面。好，现在是哪？现在食指的。食指的。尖儿。食指尖儿是吧？推吗？推是最疼的，我告诉你，推是无法忍受的疼。哎呀，什么斑？它皮肉肌腱都粘在一起了，慢慢的把它推开。哎呦喂！